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燕老师，欢迎你们参加今天的线上儿童主日学。这个时候，老师请家中的小朋友们站起来，我们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爱我们，在疫情中为我们开道路，让我们能够透过线上儿童主日学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来唱诗歌赞美主奇妙的爱。感谢主，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主你与我们同在，赐下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心中。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也学习做一个讨神喜爱的孩子，将主的爱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感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天父爱我们，让我们一同以欢喜快乐的心来赞美主。到溪水边，到青草地上，让我们吃得饱饱的，喝得足够的。让我们一起以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是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6:8。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6:8。提摩太前书6:8，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6:8，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6:8。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6:8。让我们一同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如同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皮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珠传道。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季圣经故事的总结，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度过40年的漂流，他的任务即将完成，就要将领导的棒子交给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我相信你们在这一季的故事中有一个疑问会在你们的脑海当中出现，为什么上帝好像十分严厉地去对待那些不听话的以色列人呢？甚至会要了他们的命。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答案。在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我们看到摩西十分的有本领，他施行了许多的神迹，他能使河水变为血，他能使红海分开变为干地，青蛙、苍蝇、蝗虫也听他的使唤，连大自然界的冰雹和黑暗仿佛也听了他的命令。这一切的神迹当然是摩西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所施行出来的。那个时候因为上帝应许要用他的手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单纯的信靠上帝，并且信任摩西的带领，一起的离开埃及去侍奉他。当时上帝不断的以鼓励和引导来代替惩罚，帮助以色列人建立正确的信仰。然而到了这一季，我们所听到的故事，虽然我们看到信实的上帝在旷野按时的赐下玛纳给以色列人当食物，也在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就有水出来赐给他们喝，甚至在他们打仗的时候，他要摩西以奇妙的方式举起手中的杖，以色列人就打败了亚玛利人。我们这一次却看到上帝在他们悖逆发怨言不知感恩时，非常的严厉来斥责教训以色列人，甚至透过瘟疫地面裂开
或是火蛇来惩罚那些不愿意听话的以色列人，使到许多以色列人失去了生命。这些事迹都发生在旷野，是以色列人朝着应许之地前进的路程当中一件又一件的发生。上帝要教导以色列人，他们不应该再像之前出埃及和在红海边只管站着看到耶稣上帝所成就的，他们反而是需要在进迦南前，在旷野学校学习圣洁、谦卑、顺服，而且听从上帝律法的功课。特别是上帝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及各样的律法之后，上帝呼召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透过他们的生命，让普天下的人认识上帝，可以进入上帝的家。在这个阶段，上帝绝不想要随意的出手，如法炮制在法老面前的十个神迹，让以色列人永远当个旁观者，甚至成为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享乐主。对上帝来说，他当然可以随意的差遣他的使者，以超自然的方式来突袭那些让以色列人闻之丧胆、长得高大无比的迦南人。那么以色列人要得着迦南地，不是易如反掌吗？但是上帝完全没有这么做，他反而是要以色列人学习长大、成熟、敬畏上帝，十二个支派一起的学习战士，一起合作，一步一步的攻取迦南地。各位小朋友，我们这一次从故事当中得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确常常惹上帝发怒。按照圣经民数记十章十一节到二十六章六十五节，正好记录了以色列十次不听从上帝的事件。第一和第二件事件是相关联的，他们在塔贝拉的时候就开始向上帝发怨言，后来在基伯、罗哈、他瓦，他们就开始大声呼号，他们埋怨为什么每天只能吃玛纳没有肉，而且他们十分想念在埃及美味的食物。后来到了哈喜路的时候，亚伦跟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哥哥跟姐姐，妒忌摩西的领导而毁谤他。后来到了巴兰的旷野，他们听到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回来的报告之后，他们十分的害怕，百姓发怨言，想要选另外一个领袖把他们带回埃及。后来第五件呢，就是可拉一党的作乱，他们质疑跟挑战摩西跟亚伦的领导，结果上帝就使地摊开，这一群人就被地吞灭了。后来这些人竟然造成全会众一起的埋怨摩西跟亚伦，他们被上帝杀害之后，老百姓不明白上帝的用意，他们埋怨摩西跟亚伦太过严厉了，上帝太过残忍了。后来呢，这些百姓又因为再一次没有水喝，在加底斯向摩西和亚伦争闹发怨言。这一次摩西跟亚伦因为十分的生气，摩西甚至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用口吩咐磐石出水，而是以杖击打磐石两次，摩西因此被上帝惩罚，不能进入迦南地。后来呢，当他们要再次的启程绕过以东地，因为路程十分的遥远艰难，这些以色列人又开始厌烦发怨言，上帝就叫火蛇去咬那些埋怨的以色列人。后来最后一件，就是在巴利比尔的瘟疫，当巴兰被引诱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埋怨，但是因为他的行动却引导了这些以色列人在巴利比尔这个地方与摩押女子行淫，造成了瘟疫的事件。各位小朋友，在这十件事件中最严重的
就是在加底斯要求水喝的争闹，一般上我们称之为米利巴水事件。这一次连摩西和亚伦也被牵涉在其中，上帝指责摩西和亚伦不信我，没有尊我为圣，违背了我的命，而且呢是得罪了我。为什么上帝这样严厉地责备摩西呢？原来当时上帝指示摩西用口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却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因为摩西心里对全会众都有一肚子的怨气，他也不愿意相信上帝会再次对总是怨声载道的以色列百姓施恩惠。没有想到的是，上帝的却一再对以色列人施怜悯，而且是要给他们水喝的。由于摩西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上帝说摩西没有机会进入迦南地，一个他期待许久的应许之地，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然而摩西在上帝眼中仍然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好仆人，甚至以他自作铜蛇卧在木头上来拯救那些被火蛇咬伤但却愿意仰望铜蛇的那些以色列人。作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众人仰望十字架的耶稣就必得救恩的象征，这真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各位小朋友，愿我们透过这一季的总结，学习到我们的属灵生命也需要成长，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舒适圈，只想要一帆风顺的信仰路程，遇到困难就埋怨环境或者其他人，我们反而是要认真的学习信靠上帝的带领，不害怕困难和挑战，勇敢的朝着上帝所带领的路前进。小朋友，我们要一起的加油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随时的管教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你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上帝的带领，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导我们在天上的路，愿你都在你用名为册，愿你的国家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每日的都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邪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小朋友，我也要在这里顺便做一个宣传，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会开始分享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故事，为的是要预备我们迎接在四月份的受难节和复活节，希望下个星期我们继续的可以在线上见面哦。小朋友，我们现在一起的来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